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个礼拜的关心事政座回来，我是蔡小君。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带大家来看我们的基隆捷运拍板定案后，是为基隆市政府注入了一股强心针。另外，市政府在停车设施、公共运输上也有所突破，到底有哪些亮点呢？今天的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三位来宾带大家深入了解。首先为您介绍，第一位是我们基隆市政府交通处处长苏先知，苏处长。各位观众朋友还有主持人，大家好，大家午安。处长好。第二位呢，是我们也是交通处我们的停车管理科科长张以正，张科长。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张科好。第三位呢，是我们公共运输科科长陈建敏。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陈科好。接下来要带大家来看就是我们的行政院长苏贞昌到基隆拍板定案的基隆捷运，为基隆城市发展再添新力。大雨中，行政院长苏贞昌来到基隆市七堵区重孝街捷运场站预定地现场宣布，基隆人最为关切的基隆捷运案路线与经费拍板定案。今天我特别到基隆来宣布定案的好消息，不只是轻轨变捷运，路线有共识，经费从80亿提高到425亿，但是中央负担77%，达327亿元，其余三个县市也都合理分担，中途全部设13个捷运站，运量从本来1小时5000人提高到15000人，是最最不简单。我们感谢基隆市林佑昌市长、新北、台北市府一起大家协力，我们感谢在地像蔡世英立委、沈花卫立委、赖品立委，还有我们邱成员立委，大家在地方上共同出声，在立法院大力争取，同时未来相关预算等等的都要协助推动，这也是林佑昌市长推动国门改造一个最重要的环段。交通部长王国材表示，在行驶路线及场站开发都确定后，基隆捷运案接下来将进入缓评阶段，预计112年核定动工。今天，我们把基隆捷运整个路线，包括场站已经做一个定案，那包括各个场站的未来的这个土地的开发的方式，也已经有一个明确的方向。那今天确定以后，我们就会进入缓评。那缓评通过大概1年的时间，那我们就送行政院做一个核定。行政院长苏贞昌表示，基隆捷运案能顺利推动是中央与地方共同努力合作的成果。他也提到一个关键，就是解除基隆河禁建线。如果没有解除这个禁建线，今天这个面谈，而这个解除了禁建线后，又今天的路线拍板定案，未来这些货柜园区就变成科技园区，这个大大发展关系地方很重要。对于基隆捷运终于拍板定案，基隆市长林佑昌情绪激动地感谢苏贞昌院长的支持，也强调基隆捷运得来不易，不但上任后克服三大难题，过程中还获得总统蔡英文及行政院的支持，并与交通部双北市长达成共识，才能让基隆捷运顺利推动。在2017年的时候，非常感谢蔡英文总统的一个支持，那个时候的基隆捷运是轻轨的系统。那不过这开启了基隆捷运的一个机会，那更重要的是在那个时候就拍板，由中央由交通部来规划推动，也才让第一个难关解决。那第二是林佳龙部长召集了包括我还有柯文哲市长以及侯友宜市长召开市长会议，去解决了基隆捷运跟民生汐止线东段整合的问题。那最后是经费也在这个苏院长要求李孟燕秘书长还有交通部王部长，在整个运量还有系统从轻轨提升为中运量之后，经费增加了，那怎么样去解决经费的这些困难，
那因为这些困难都突破了，我们才真正可以让基隆捷运得以向前推动。对于基隆捷运排版定案，出席的中央与地方民代也都表达肯定，希望工程如期完工。这个过程当中是一棒接一棒的，市议在这边也会继续来努力，让我们基隆人、台北人、汐止人的梦想，基隆捷运以及汐东捷运的整个整合起来路线能够顺利完成。那未来哈，成员也会在国会哈继续来持续关注这个案子。那相关的计划经费的部分，还有相关的这个计划期程推动的一个执行率，也是我们未来关注的重点。今天最主要不怕这个风雨湿冷的原因，是因为今天我们要亲口来现场听到我们苏院长对我们一个历史性的一个承诺，就是对基隆捷运的拍板定案。啊，刚刚从头到尾，我们历历在目哈。真的是让人家非常的兴奋。位于基隆捷运七堵站预定地的当地永安里里长更直呼不敢相信美梦成真，应该是想都不敢想，啊，应该也不太可能。哦，经过市长那么努力哈，跟上面的沟通哦，所以也可以造成哈，造就我们这个捷运的开发的成功。根据交通部铁道局方面的规划，基隆捷运从南港到八堵部分路线确定设13站，目前进入环评补充，预计在112年核定开工后，121年4月完工通车。哇，这个拍板定案真的为基隆市政府注入了一股强心针。但是其实在这二十年来，大家一直在说这件事，在推动方面其实碰到了很多瓶颈跟困难。我们要赶快来请教我们的苏处长。是，我想交通建设哈，对一个城市发展的重要性其实不言可喻了哈。然后它带动整个的地区的发展的火车头哦。那以各县市为什么才会一直在争取，不管捷运、不管高铁的设站，那对一个城市的一个发展是相当重要。那因为我们基隆是属于北北基的首都生活圈的范围内，那所以交通的这个建设哦，还有提升更优质的一个运输系统，那当然是很重要的。那怎么样来推动这个基隆捷运呢？那过去我想，刚刚市长在影片里面大概也有提到了，那过去基隆讨论轻轨或者是捷运，其实讨论的非常多。那历届的这个市府也有针对一些规划还有研究来做一些推动，但是都不是很顺利。那林佑昌市长上任了以后，就思考说怎么样来做一个突破，然后有哪些的一个困境。基本上，过去之所以不顺利或者是无法这顺利推动，大概有三个困难点。第一个是，当然贵是其一啦，哦，那当然第一个是因为我们不能单单只喊基隆捷运，基隆捷运在我们基隆市区范围内去处理捷运的问题，那基隆捷运基本上是要跟这个双北有连结，所以它是跨了三个城市哦，而且基隆它又是唯一一个非直辖市的一个都市哦。那第二点就是主持人刚刚提到的，这个基隆捷运一个捷运的建设哦，其实它的经费是非常庞大的。那基隆市政府没有办法单独的去负担，所以必须想办法来争取中央的一个支持。那第三点就是捷运系统，它毕竟它是一个非常高度专业的一个交通建设。那我们目前市府也没有这个捷运局哦，像台北市或者是新北市，它有捷运局。也有相关的组织跟人力，那在经费上也可以支援。那所以这个部分是我们过去在推动所谓的基隆捷运，或者是以前也有在谈过说板南线是不是可以延伸到基隆来，其实过去都谈论非常多次。那现在呢，很高兴呢，就是从这个蔡英文总统在106年的时候，他就来这个指示交通部哦来做深入的一个研究哦，开始起案了。那接下来就是在109年哦，林佳龙部长也召集了所谓的市首长的一个会议，就是三个城市的一个市长哦，还有这个林佳龙部长所谓的市首长的一个会议。那也确定了过去蔡英文总统指示说哦，是不是先研究所谓的基隆这个轻轨
轻轨，然后当初在提的时候是希望借由台铁的一个路廊，然后让台铁跟这个轻轨来做一个共用，那这样的一个方式过去在谈的时候是希望它能够快速，然后能够成型，然后可以提供好的一个服务品质，然后利用台铁的路廊去做处理。但是在这个执行的过程当中呢，遇到一些困难，那不管是既有的轨距啊，还有就是说土地啊，还有必须维持台铁既有的一个运输的一个服务，然后所以有一些困难点，那所以才做一些交通部铁道局也在继续的研究，那之后呢大家提出目前的一些方案，然后把这个经过市首长的一个会议以后达成了几项重点的一个共识，包括原来的基隆轻轨提升为所谓的中运量的一个系统，还有在台北市端在深入地下化延伸到南港，还有这个我们把基隆捷运跟民生汐止线来做一个整合，而且共用所谓的社后机场，也就是在汐止这个民生汐止线的一个机场。那另外呢，基隆捷运从南港到八堵端，这是比较有共识的一个方向的话，那可以来优先推动。那所以当时市首长的会议达成这样共识以后，那交通部呢就跟续的来做一个办理。那很高兴在这个二月份的时候，院长来视察这个基隆捷运的这个计划的时候，到我们七堵地区来做视察的时候，那也拍板定案整个的一个路线，从原来我们在谈基隆轻轨的路线做一些调整，那调整到所谓的深入的市区的方案，不止我们基隆市它的一个路线有所这个调整，然后在新北市近汐止的地区也有做一些调整，然后整个扩大基隆捷运的一个服务的范畴那也可以带动周边的一个发展。那我想我借用几个图板的部分来跟大家介绍一下目前这个定案的一个基隆捷运的一个路线。那首先看到的是第一阶段的这个基隆捷运的路线，大概是从南港台北市的南港站，然后一直到我们八堵站，那全长是 16.05 公里，那沿线总共设了13座的一个车站，那包括台北市的南港站还有南港展览馆站是属于地下站，那到新北的部分它有南洋大桥站，还有这个樟树湾以及细科细子区公所，还有经过它宝藏坑有2个站点，那接下来就到我们基隆市境的范围，那基隆市境包括北五堵站、百福站、六堵站、七堵站以及这个八堵段八堵站，八堵站基本上它是一个平面的一个站，那其他的站点的话是这个高架站。那另外呢，我们从路网上来看的时候，可以整个看到我们基隆捷运跟汐东捷运的一个整合整合了以后，然后另外我们基隆捷运在这个樟树湾站跟汐东线做整合，那也可以直接衔接到文湖线，那在南港站的部分呢，它更清楚可以接到台铁以及高铁台铁以及高铁，那也就是说未来基隆捷运完成了以后我们可以从这个图上来看，南港站的话南港展览馆站它可以衔接文湖线，那南港站的话可以衔接捷运的板南线还有台铁高铁，然后串联到整个现有的台北的一个捷运路网，然后跟我们基隆来做一个连接，那所以会完成完整的一个北北基的一个捷运路网会成型。那另外我想也介绍一下整个基隆捷运未来它的一个串联产业发展我觉得这个捷运交通建设的话，它对于这个产业发展基本上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从这个图上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整个从这个台北端的话，我们从南港起站那南港的话其实它沿线它还可以连接到大内科的一个范围那南港展览馆站它是衔接文湖线，然后可以串联到整个南港的生技产业园区，
那汐止的话，它除了社后哦社后地区以外呢，基本上它还有未来肩负宝藏坑的发展哦。宝藏坑一带大概现在都是一些货柜厂哦。那未来它会有一个升级转型的一个计划。那到我们基隆市，更重要的是我们有一个北五堵的国际产业的研发的一个中心，以及六堵产业升级，还有百福哦，现在百福社区是人口比较密集的一个地方，房价好贵哦。对，百福这边，然后另外到七堵以及衔接到八堵，都是未来可以开发、可以预期的地方。那到第二阶段，它会延伸到我们的市中心区哦，也就是到基隆车站的这个计划，那计划的部分是属于第二阶段，也就是会串联我们这个四港再生的一个范围。那我们从另外一个图面上来看的时候，可以看到它整个北台湾甚至整个首都生活圈的一个空间的一个范畴哈。我们甚至基隆捷运它未来还有串联台北的一个北北基的捷运路网的时候，甚至可以直接通到所谓的桃园捷运哦，桃园捷运。那所以整个未来空港哦，桃园是空港，然后我们基隆是一个海港，那会形成国门的双港的一个串联哦。那整个北部地区它也可以借由基隆捷运的一个延伸了以后，然后扩大它产业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潜力。哇，所以可以看到刚才的首都圈的空间战略，看到了我们的国门串联，也就是基隆捷运的未来期许是很大的。然后接下来还有我们基隆站附近的地区发展构想，对不对？对，那我接下来介绍一下，就是说很多人在谈说捷运它会带动地区的一个发展。那我们当然这个地区的发展除了行的便利以外呢，那它也会造成整个都市空间的一个改变。那因为捷运它会提升整个民众的一个生活品质，还有它的交通的一个可移性。那我们也希望在场站的部分，那捷运开发场站呢，过去像既有的可能有一些联合开发，我想大家比较熟悉的像这个新店的美和市啊，其实它是一个这个捷运共构开发的一个案例。那未来我们在基隆市境，它也有几个站点它具有这种发展的一个潜力，包括七堵啦，还有这个北五堵都是目前来讲它的一个空间条件是比较好的哦。那因为特别是北五堵产业园区，它现在大概都是一些货柜厂或者是工厂的厂房，那未来基隆捷运它会吸引带动这边的不同面向的一个发展。那我们从图上来看的话，我们这边是简单介绍一下七堵附近地区的发展的一个构想哦。那从这里来看，我们目前捷运七堵站的一个预定地大概就在我们这个摄影棚这个附近哦，也就是接近七贤桥的这个位置哦。那这周边呢，过去它这边预定地它是一个学校的一个用地啦，那目前是一个停车场的一个使用，也是上一次院长来视察基隆捷运的一个地点哦。那周边它有一些工业区的一个用地哦。那对面呢，它有一些比较传统的一个住宅哦，住宅一个集合的一个地区，还有它有一些是属于过去哦相关的国营事业啦，或者是这个港公司啊，或者是一些公家单位的一个宿舍的一个用地。那这些用地基本上都是具有未来的一个开发的潜力。那我们期望的是借由捷运还有带动地区的都市发展的一个改造的一个机会，那不管透过所谓的联合开发也好透过这个都市更新也好，甚至有其他的一个方式呢，都可以促使我们这个都市有机会不管是翻转或者是再提升。那我们也有大概示意了一下倘若以这个七堵站为例的话，它中间的一些空间它跟车站共构或者是连开的时候，其实它有不同的一个想象。
那基本上我们可以预期的，包括像我刚刚举例的这个美和市也好，或者是像台铁的我们现在提到南港车站，南港车站它上面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shopping mall 啊之类的商场，那提供很多的生活机能或者是商业活动的一个空间。那沿线的部分，我想除了提供未来我们这个基隆捷运真的这个已经这个新建好了以后，那不管提供往来这个台北市或者是新北市的一个通勤通学的一个更方便更优质的一个大众运输服务以外，那我们也希望其他的这个产业发展，因为我们基隆有一些包括工业区的腹地啊其实蛮多的，然后它也有机会然后吸引比较优质的这个人力或者是厂商，然后到我们在基隆发展，然后促进这个新的一个产业的一个意向。是，所以真的是一个好消息，因为全案已经定案，预计是明年动工，然后是2030年可以完工，对不对？它是预计是所谓的以目前的期程来讲，目前是由交通部铁道局在办理所谓的综合规划。跟环境影响评估，然后环境影响评估预计是一年，那一年的话是到明年的可能四月份环境影响评估，然后评估完定案了以后大概施工期目前预计是9年的一个工期，对，9年的工期，所以会到121年，对对对，好，那我们就好好期待了。不止这个季节带来的好消息，交通处在营造友善的人行环境也下足了功夫，他们把市区的这个行人号志灯都变大，快看看。行人号志灯由红转绿，民众安心穿越马路。仔细一看，这一组新的行人号志灯明显比一旁的旧的行人号志灯大。这是基隆市政府交通处方面的号志更新措施，将原有的行人号志灯放大，从原本长宽20公分增加为30公分，让对向行人更容易辨别灯号颜色及秒数，快速安全的穿越马路。为了提升路口行人的穿越安全啊，那市府交通处那针对市区行人量较高，那行穿较长的路口来针对这一个行人灯呢，来，然后原本它的尺寸是20公分，然后把它调更换为30公分的一个行人灯，那希望借由这个放大行人灯呢，能够提高行人对号志的这个辨识哈，然后增进这个交通安全。那目前呢，在我们市区呢，那已经有完成了这个国光临时站到这个仁祥诊所，还有国光临时站到我们火车南站。还有这个循环站到基隆二信，还有循环站到海洋广场，还有海洋广场到对面的这个国泰世华银行，这5处路口行人灯的一个调整，那希望借由这个放大行人灯，能够提高这个行人穿越路口的安全。目前包括基隆火车站南站、海洋广场及二信循环站等5处路口，都已经将行人号志灯放大。交通处方面表示，未来会持续针对行穿线较长且不容易辨识的路口，行人号志灯进行放大调整。那我们现在是一个正在才刚完成的一个设施啦，那我们希望能够去后续去观察这个行人的使用的情况，然后后续会再来研议，来针对一些行穿较长啊不易辨识的这个路口来去做一个调整。交通处方面也再次呼吁行人遵守交通规则，在行人号志灯的指示下行走行人穿越道，安全过马路。友善的人行空间环境真的非常的重要。当然呢，市长在这8年的执政期间，还有很多重大的交通建设，我们要再请教处长。是，好。那除了刚刚影片中看到的这个放大型行人灯哦，其实我们主要的诉求还是在于提高它的一个辨识度，然后让民众可以来遵守这个行人通行的这个10项的一个管制。那除了这个以外呢，其实我想市民朋友最近也可以看得到，我们在中二、中三或者是中二市中心区的市中心区我们也有示办2处的这个单闪的一个号志灯，那是太阳能的，然后也会告诉民众就是你该停啊，或者是该
该停止或者是注意大概是这样子。然后此外呢，我们今年度也会在这个两个比较长庚医院以及省立医院的前面的行人穿越的一个地方，然后增设所谓的智慧型的这个行人穿越耗资的一个设施，然后希望有增加的一些智慧的一个方式，还有 LED 的一个显示，然后希望特别是年长者的这个朋友希望不要违规的穿越马路，然后我们希望能够提高这个市民的一个用路安全，是提高市民的用路安全，而且要让民众走得舒适，市府在这方面花了很多的心思。那接下来要带大家来看，其实长期以来停车位不足的问题，各县市都有，基隆市当然也有，但是市府很努力的在解决这些问题。要带你来看这个福武街多处的街道，总共新增了208个汽车停车格，459个机车停车格，还有8处的卸货专用区。包括福武街、百三街及百六街等地的路边，都已画上一格一格的汽车停车格。这里是基隆市七堵百福社区，由于近年来人口成长快速，已经成为七堵区最多人居住的社区，稠密的人口也带来停车位不足的问题。因此在与地方协调后，基隆市政府交通处方面在社区五条道路旁划设208个汽车停车位、459个机车停车位及8处装卸专用区。为了增加停车周转率，汽车停车格将从3月1号起开始收费。其实早期的百福社区，它因为这个开发的较早，那其实建物都没有规划所谓的这个自身的这个停车空间，所以说造成这个商业在逐渐发展的时候，这车辆都有外溢到这个路边停车的部分来做使用。那因为长期没有收费的状况，也造成这个常有这个久站或者是久停的部分，造成真正有需要使用的民众反而没有机会去停到车。所以借由这一次的机会，我们整体来规划停车空间之后，那并纳入收费管理，那有效的运用这个停车资源。那也谢谢地方能够支持这个所谓使用者付费的一个这个精神，那能够让这个停车能够有活化，更有效的来利用。收费时段为每周一到周五的早上9点到下午5点，停车费率则是每半个小时10元，与市区相比相对便宜。汽车收费的部分会比较实践路的部分是才每半小时10块钱，1小时20块的部分来做收费。那收费的时间就是原则上从周一到周五来做收费。那目的其实是促进周转，倒不是主要以收取这个费用来做这个考量来去规划。那跟市区当然还是有一定的差别，因为市区大概例如说星期六例假日的时候还是会有一些观光客来，所以我们相对的市区的费用就比较高。那在这个区域我们观察其实是让车辆能够有周转，所以我们来综合评估之后来定这个费率。交通处方面希望透过收费停车格的实施，可以有效改善百福社区长期以来久占停车位、停车秩序混乱，甚至占用道路违停等乱象，提升社区生活品质与交通安全。真的有停车格，大家就不会乱停车。但市政府努力的在做这件事，解决大家的停车问题。我们要赶快把时间交给我们的一任科长，这几年的努力成果有哪些？是从我们刚刚影片上可以看到，我们百福社区的这个部分，其实这个停车位的规划，其实也是最重要的，其实是地方的支持。那刚好借由这一次在实践路的部分，有市府有争取到我们所谓示范道路的一个经费。那针对我们主要的实践路部分，有做整个示范道路的规划，那包含其实整个道路的空间、人行道以及这个水沟啊，甚至是那个要全盘规划。对，那其实最重要还有一个是那个沟盖的部分，就是共同缆线部分也一起做整理。那多余的空间，剩下的部分我们发现路侧其实有足够的空间来做停车的规划。所以说在契机上，我们是发现说第一个部分在实践路，就是我们如果在图片上看到的话，其实在实践路这一侧，我们在第一时间的示范道路计划的时候，就把
这边其实这个规划好之后就纳入了收费管理。那接下来的第二、第三阶段，也就是从我们实践路的294巷，也就是监理站旁边的这一段道路，逐步的来做。那这一次在3月1号开始收费的部分，就是从我们核心的服务街的部分到百三街，那周边的百一、百三、那百六、百七，这个路边的部分都一并来规划做这个路边收费的部分。那这个起源大概也是在整个百福地区，它其实商业的发展逐渐活络哦。那就像这个停车的问题，大致上还是渐渐的衍生出来。那民众在使用上的话，会发现说，怎么会没有收费的状况下，会造成车辆一直占用？那事实上就是上班到下班的时候会回来找不到车位，这个困扰其实对使用者来讲，其实公平性就会大打折扣。所以说，其实，在几个地方的讨论以及研究下，建议就是说朝收费的这个机制去做一个管理。那管理上的话，就是在我们也是希望说能够让上班的主要的上班族在使用上能够下班之后就能够有车位来做停放，那不要说让车以车换车或者是占用的部分造成一些地方上的不和睦。所以说这一个区域的规划大致上来讲，目前从三月一号开始来收费以来，其实看起来我们的使用性来讲大概有减少的一些占用的情形。那当然接下来如果地方有支持的话，我们大概也可以再做相关的一些研究之后来持续做一些停车的规划。那这部分其实在我们在使用上一方面在收费管理之后，我们在这边也跟各位介绍一下我们路边停车管理中心的这个网站啊。那这个部分其实大概有两个部分跟各位报告，就是说第一个部分其实在我们路边停车收费的部分，一方面就是刚刚讲的能够提供这个停车位部分，那收费的部分毕竟还是提倡这个使用者付费，所以说我们大概在几年的努力下也增加了许多所谓的缴费的管道。那包含网站上其实也有，就是大概大家比较平常常看到的超商缴费或者是我们路边停车的柜台缴费之外呢，那我们最近几年也增加了几个就是我们所谓第三方支付的一个缴费的功能，还有这现在比较更新就是比较新的还有就是所谓的电信代收，以及所谓的 ETAG 就是我们 ETC 国道的那个代收的服务也纳到我们的路边缴费的一个服务的功能来。那这个部分其实我们希望倡导是说使用者付费之下，大家能够顺利的正常的来做缴费。那缴费的这些功能上，其实在我们的路边停车管理中心也都有这个一些相关的资讯可以供大家服务。那也在这里提醒就是那个观众朋友，如果因为目前统计基隆的话，大概99%的民众大致上都会愿意在时间内来缴费，那也是会有发现说大概还是有1%的民众会有没有缴费的情况的话，其实政府在后续的一些行政程序上也有做一些管理跟管制，那包含后续的这个停车费的追缴以及这个裁罚，甚至到行政执行，也就是常常前一阵子有看到说车辆或者是房屋会有一些拍卖，然后来这个缴纳停车费的部分，所以说这个部分大概是一整个连贯的系统。那希望说民众能够在使用这个停车位上的时候能够更公平、更有效。那这部分也是政府近年来持续在推动在路边停车场部分的一些功能以及服务。哦，所以可以看到我们基隆市政府也有这样的网页出现，大家有任何疑问，比如说不知道自己到底要缴多少钱，其实上网输入自己的车号一查就可以出来，而且缴的管道真的很多，刚刚看到我这样数起来应该有10几种缴的管道，就是让大家很方便的来缴纳，不要再延拖。那当然我们知道我们的市区停车是不容易了，所以在市区的部分市府也很用心在规划停车位的问题。是，好，是。那除了刚刚提到的路边停车场之外，其实市府在市区的主要的停车场的部分也进行了一些改造。那接下来就是介绍一下我们比较从东我们高速高工桥下来之后，东岸高架下来之后，第一个看到的是我们东岸停车场部分。
有做了一个很大的转变。那另外一个就是在离它也不远的部分，就是我们市区主要的一个停车场，新二停车场部分。那这个这两个停车场其实近期来改造的时候，大概都会有两个主题啊。那这个主题大概分内外，那主要都是针对它的自明性以及明亮性来做一些规划跟整理吼。那其实以往在使用停车场的部分，大家可能感觉就是，如果是比较一般的停车场，可能会觉得说，就是堪用两个字啊，就是我下车停好车，上个厕所我就去到我的目的地。其实对停车场的感觉，不会特别明显。那除非是比较没有在管理的话，那大概在使用上就会觉得哇，这停车场怎么那么不好？所以说，基隆市在几年来也有效法双北这些比较实用性比较好的停车场来做一些管理，那也引进了这些停车场的业者，然后一同来跟市政府来做一些想象哈。那希望说在这个停车的空间能够做一些怎么样的整理。那当然除了刚刚讲的说有可能在实用性上能够更提升之外，那怎么样让民众愿意来停，跟停了之后是不是有机会能够带一些回忆回去，或者说下次更想再来基隆的这个部分。所以说我们在这个使用上也做了一些这个整理哈。那第一个部分大概就是我们东岸停车场部分，相信大家不陌生哈。那这个改建的部分，这跟增加改变的部分，其实我们是否也花了很多的力气在处理哈。那包含整个图片上，第一个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整个的明亮度哈，我们在夜间的这个部分照明的部分增加了相当多的苦心。那整个从外观，不管是从外看到内，或者是从内看到外，这种感觉其实，我自己进去看的时候，我都觉得还蛮感动的。就是说，这个停车场竟然可以改造成这个样子，是蛮有一个效果的吼。那另外在新二停车场部分，其实，大概它的一个区位是比较内部的，跟东岸不太一样，因为东岸是高架桥下来之后就第一个看到，但是新二停车场本身它其实是一个比较藏在几个建筑物内部，所以说当初在规划设计的时候也会发现它其实真正的那个自明性不够，所以说我们在整个外墙的搭配上也是借由这个所谓格栅的部分设计，用灯光的部分来加强它的自明性。那一方面能够借由这个灯光的部分能够展现出这个停车场它的一个，因为它是一个立体往地上盖的这种感觉哦，那这样子的一个照明性会感觉更好，也不会说啊刚进停车场就有那种阴暗的感觉。那第二个部分是在停车场的整理的部分，内部的部分我们也都有做一些更做的整理吼。那包含以信二停车场来说，在各层楼的部分，我们除了用设计的这个八个主题，在各层楼的部分有做一些颜色的区分跟整理之外，其实我们在观众朋友不妨也许在搭电梯的时候也会发现说，我们其实在这个搭电梯的部分有一些油画的创作跟水彩的创作都有在这个梯厅哦。那在也许在等电梯的时候，这个民众也许在观看的时候也其实也可以看到这些水彩画作，其实都像跟基隆有一点关系，那也可以带动一些基隆的故事性哦。那这个其实在都市发展上整个空间的串联跟使用性上其实都可以带出一些想象。那基隆也许在民众来的时候也许不会只是想到庙口夜市，而是说整个观光的一些发想都能够带动。那这个部分就是我们希望在停车场不只是给停车场就是一个停车的概念，而是说能够带一些其他的艺文的元素来能够这个希望民众能够更喜欢来基隆。然后大家说啊，基隆停车好难哦，但是停车场好漂亮，对不对？是，对，不止哦，市区不止我们的新二停车场，我们的东岸停车场，其实它有结合了前瞻计划，我们的校园内也有停车场。是，那其实停车场立体停车场在施工的时候，其实它大概还有前面的两个重要的重点。那第一个就是其实是土地的取得，因为土地的取得其实是非常昂贵的。那其实以基隆市的这个使用来讲，其实它以市区来讲它其实蛮密集的。那大概除了空间上大概早期就是一些港的使用之外，其实真正在市府能够使用土地上很有限。那所以说借由这个所谓结合校园做停车场的部分，其实就是运用既有的这个公有的空间，然后借由校舍改建之后，我们希望地下的部分能够来
增加这个所谓的停车场来增加停车空间。那以停车场来说，大概还有第二个部分，就是它的建物成本其实很高，所以说我们在这个部分土地的问题是借由学校的部分能够立体化地下化来解决。那第二个部分是经费的部分，我们是借由这一次前瞻计划的机会，然后有向中央来争取这个所谓前瞻计划的补助。那这个补助之外，像最近比较大家比较常听到，就是中兴国小以及信义国小的部分，目前对这两个部分目前也都市府也都积极来做处理，那希望说今年能够赶快来完成之后，能够来开放来提供大家使用。那大概在停车场的部分，我们也会引进刚刚提到有一些内部的一些处理的手法，让停车不只是停车，能够更有一些多元化的使用。那包含像信小的部分，它其实是在庙口周边啊，所以说大概外部的一些交通跟一些处理上，我们大概也会希望能够更细腻的来做处理。那搭配刚刚东岸信二停车场之后，那在我们来信小停车场的部分，能够补足一些当初市区可能觉得观光客来不够停车停放的一些问题。是，所以可以看到市府非常用心在解决停车问题之后，其实在公共运输的提升上也有大大提升。市长林佑昌上任第一件事情，他其实最主要就是要解决交通问题，通勤族最头痛的接驳或是等车或是转车，在快捷公车一线一线的开通之后都获得好评。今天也有好消息出炉，就是中山区的快捷公车上路，我们要把时间交给我们的陈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近年来的成果。是，那中山快捷公车在今天三月二号的上午来举办这个通车典礼，那也在三月三号来正式开通。那首先来介绍一下，有些人会问说，像快捷公车到底是什么？那它跟市区公路客运或是国道客运有什么的差异性呢？那其实，在快捷公车还没有推出之前，那基隆都是以这个火车站为中心。那在市区客运的部分也是以这个辐射性的路网结构发散，那所以说没有快捷公车的时候，那民众在需要到台北市的时候，都需要像搭乘市区客运啊，或者是骑机车，那到这个火车站这边来转乘，那民众就需要这个比较长的一些转乘通勤时间，那甚至会需要花费一些停车费用，那民众就会降低这个搭乘这个大众运输、公共运输的一个他的那个想法。那快捷公车正好是来补足这个缺点啊，也就是结合市区客运跟国道客运的优点。那民众就是不需要透过转乘，那甚至可以利用就是家里附近的这个最近的这个站牌，那下楼就可以搭乘这个快捷公车，那直接到台北市的市中心来，所以相当便利。那也因为这个快捷，这个快速的这个也可以到达，所以像民众就会原本是开自己的小汽车到台北市上班，那他就会转而来搭乘我们的快捷公车。那也因此就是在快捷公车在前三条路线，就是第一条是2088，那第二条是1088，第三条是1579，这三条路线呢，在每个月搭乘人数都将近在30万人次，所以是相当高的一个需求。那再介绍一下，像我们基隆市的这个公共运输呢，我们的市占率是将近40%，那是全台湾是仅次于台北市第二高的县市。那也就是表示说，其实，在市民就是很愿意利用公共运输的这个运具的情况下，所以我们在推广一些像公共运输政策、快捷公车的上路的时候，可以更顺利，然后更顺利的这个成功。那其实，在公共运输，其实有一个比较困难所可以突破的状况，也就是，也是在基隆，其实，初期在面对到国道客运这个蛮比较明显的一个问题啦，因为也就是在尖峰时间的一个这个通勤的需求相当高，可是，在离峰的时候需求就会降为很低，那这时候供给呢就会成为一个课题了。那如何来平衡这个供给跟需求性？那其实快捷公车正好这个突破这个困难点。那像在以往的路线申请上，都是由业者来主动向主管机关公路总局来提出申请。那快捷公车正好是反过来，那市府先借由这个调查
民众的需求性，然后再去跟这个业者来做这个多次的讨论，然后由市府来主导这项向公路总局来申请路线的核定。那因此呢，像市境内我们有一些大专学院，像海洋大学啊、经国学院、崇右科技大学这边，那还有像假日有一些观光需求，民众会到海科馆啊、八斗子、草径公园，或是基隆庙口这些通这些观光的需求，那这些需求正好来补足，就是以往在所谓公共运输离峰的需求性上面。那所以说，快捷公车正好来这个创造这个离峰的时间的客源，那业者也会看到这个民众的这个需求性提高，那也会更为积极的投入这一块，那让基隆市民这个通勤可以更加的完善。那回到像在这个快捷公车这一块，中山快捷公车这一块，那快捷公车这一条路线1813D 呢，原来是也是由国王客运来经营的。那它原本是从西林市场发车，那到台北火车站，那一天它只有早上单向的两班车。那后来经由市府向公路总局来申请，来变为一个常态且双向往返的路线。那现在平日的往返巴士从两个班次提升到48个班次。那原本例假日是没有班次的，那现在也例假日也有32个班次。那这个路线上面呢，它是从火车站来当个起点，然后行进中山一二路、中华路、文化复兴，那接着中和匝道，然后到国道三号、国道一号到台北市的像基隆路、中央东路，然后终点站为台北车站。那这样子其实可以直接到台北市的市中心，那在通勤、就学，或者是甚至民众喜欢去台北市的购物，都可以搭乘这中山快捷公车，所以相当便利。那在像台北市境内的站点，甚至还会停靠像市府转运站，那捷运忠孝复兴、捷运忠孝新生。那在像在结合台北市的这个捷运板南线啊、文湖线、淡水新一线。它转乘上也是相当便利，那在尖峰时间也有20分钟就有一个班次，那所以说在3月3号也正式通车，那也欢迎民众可以多加利用。真的，这个快捷公车大家千呼万唤终于使出来，而且预计就是从3月3号开始来通行。那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新公车也亮相了。基隆市政府呢，它推出了全新彩绘低底盘的公车，让服务更升级。在基隆市副市长林永发、立法人蔡诗颖、基隆市议会副议长林佩祥及多位市议员共同揭幕下，六辆全新的低地板公车2月15号起正式加入服务市民的行列。林永发表示，基隆市共有155台市公车行驶53条路线，每天服务市民达2200万人次，是全国公共运输市占率第二高的县市。透过全新涂装融入 Logo K 城市品牌的车身，展现基隆市色彩缤纷的城市意象，也为四月即将举办的城市博览会暖身。我们也将在4月22号到5月2号举办城市博览会，所以我们有很多新的相关事务都在陆续呈现中，包括我们新的 logo 也在呈现。那我们新的公车彩色涂装，就是以新的基隆的 logo K 的这个意象整个来做行销，然后也让我们整个都市的色彩，尤其公车的行驶频率非常高，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对改变我们都市的形象，然后大家有新的一个概念，让我们新的城市能够让呈现给大家。全新的彩绘公车也获得民意代表的肯定。这次的这个彩绘的低底盘公车活动，是为了配合今年4月22号到5月2号的城市博览会。那佩祥在这边请代表议会肯定我们市政府的作为。城市博览会的期间，新的彩绘公车上路，
我相信会让更多外县市的好朋友、全国的好朋友看到基隆新的活力。除了简洁亮丽的车身，全新的滴滴版公车也加强抗潮防锈处理，并增设防撞雷达及胎压侦测器等设施，希望有效维护搭乘民众的安全。这个新车里面，我们就是有装了一些新的设备，包括前后的这个雷达侦测、防撞的一个设施，还有新的这个胎压侦测。那另外针对我们基隆多宜啊，有多做一些防锈的一个设备的一个整理，这些都是我们新车里面多了一些功能。那另外我们资讯整合部分，那这一次我们新的这个资讯整合也透过我们新的一个采购案把我们全市的这些道路路边的这个 LED 系统跟公车的系统重新做一个新的整合。那这个部分目前在进行中，那预计啊这个两个礼拜内会完成。车身具有倾斜功能的滴滴版公车，在车厢内部座椅环境部分也规划有轮椅及导盲犬专区，方便长者及身障民众搭乘。滴滴版公车它就是要照顾我们一些比较弱势的朋友，包括我们比较身心障碍的朋友，那所以有特地设这个导盲犬的专区，那另外也有轮椅的专区，滴滴版公车它都有这些功能。接下来营运中的67辆滴滴版公车也将陆续在今年6月底前完成涂装，除了提供民众上下班、采买、就学等运输服务外，还将串联和平岛海科馆、情人湖等相关景点，协助行销基隆观光。基隆市公车真的很多民众都会搭乘，使用率很高，然后看到它换了新装，当然整个城市活力就来了。我们要请教科长，还有多少台可以进来？那目前到六月底之前会总共涂装85辆公车，那就是以这个比较新的一个形象设计，白色简约，然后让市民感受到我们城市的焕然一新、欣欣向荣的意象。是哇，还有85辆，所以大家都可以来期待哦。那最后的三分钟，我们要把时间交给我们的处长。其实基隆市政府在我们的交通建设、交通运输上做了非常多的努力，当然也有很多令人期待的前瞻计划，究竟还有哪些呢？是好，我想也刚好借这个机会来跟各位观众朋友还有市民好朋友来做一个报告。基本上从我们在推动，不管是刚刚提到的快捷公车也好，或者是这个放大型的行人灯也好，还有一些停车纳入管理的这个部分，我们都希望提供市民比较好的、优质的一个交通环境，还有一个交通服务。那未来也会朝向这个方向来做一个努力。那目前我想市民朋友到这个基隆这个车站周边或者是环港一带，可以看到很多的建设都如火如荼的一个在进行中。那其中也包括一个重大的建设，也就是城际转运站。那城际转运站，我们未来会提供国道的这个客运的一个转乘的一个月台，总共会有13席。那路边的四公车等等也会都移到城际转运站。那未来它是一个兼顾所谓的转运以及商业活动还有民众休憩活动的一个好场所。那我想今年可以来顺利完工的启用，那也请市民朋友可以好好的一个期待。那另外前面也有提到一个停车的部分，那基本上从林市长上任103年开始，我们从这个统计表上可以看得到，我们对于公共的停车、公共的汽机车的停车位的一个增加的数量其实非常的一个大，从103年的16800多席、一直成长到今年我们统计到一月是26136席，也就是增加了9000多席的一个车位，那增加率高达55%。那这个的公共停车场，它不是就是可以开放让民众一个使用的，不管是公有的或者是民间深色的一个停车空间，那都有大幅的一个进步。那另外持有端建筑物附设的停车空间呢，也是从103年的大概4万左右增加到目前也有5万席，也就是说你买房子新盖的房子以后，它辟建的这个停车空间一户一个停车位，对对对对对，那这个增加率也是高达25%左右。那这个部分我想在停车的未来民众在使用上，我想会逐步的一个改善。那前瞻计划呢，我们也有申请交通部前瞻计划的一个补助，包括刚刚有提到的这个信小的地下停车场或者是中心的地下停车场。那信小未来今年完工启用以后，大概有350席左右的一个汽车格位。那中心国小呢也会增加到
120席左右的一个公共停车格位。那另外目前施工中还有一个综合体育场，综合体育场目前施工中，那它的未来的公共停车格位也大概200席左右。那我们还会因应所谓的要塞司令部，我想小峰街那边是未来一个发展的一个据点，要塞司令部那边我们有一个停留的一个停车场哦，那未来也会在逐步的一个推动，也就是在我想基隆的在这个交通的服务以外，除了这个捷运哦，基隆捷运这个定案，然后未来会按部就班，然后交通部铁道局在推动的时候它可以成型以外，我们自己市区内的一个交通改善，未来应该是大有可为也有可期，就是提供民众比较好的一个服务，不管是在公共运输也好，在停车使用也好，在交通设施的一个精进、智慧化、安全化的这几个面向，我想会持续的一个努力。是，可以看到市政府真的很用心，他们几乎在各区都找到了停车位。刚刚说到信小中心国小，那几乎就在市区嘛，然后在我们的信义区综合体育场，然后另外在很难停车的中正区的集中地，我们的祥丰街也找到了，都在努力的突破，就是要让市民有更好的停车空间，更好的使用道路环境品质。今天我们非常谢谢三位来宾带我们看到基隆市政府这近年来在交通上所做的努力，相信我们基隆会越来越好。我们下次见喽，拜拜。